这个是蒜香的香盘。香盘，民国。民国是的。你说哪里？这个是铜的，是吗？铁的。啊，铁的。铁的。挺重的。对。然后这是铁的。搞一个盘子，把这天然的香放上去，什么都没加，就香滚，然后就把它点起来。你这是什么香啊？我这个是不是牙白？牙白。生猕猴桃。很香啊。最大的也就这么大，对吧？对，这算非常大的。我们这边的名字不是叫野生猕猴桃吧？它就叫毛冬瓜。毛冬瓜跟冬瓜一样的吧？老祖宗。这老祖宗。嗯。早于这个多少年呢？早于这个猕猴桃多少年？你猜呢？这个是现在的。这是。据说这个毛冬瓜呢是要生长在，野生环境要特别好的地方。你看看，这真的好绿啊！软了才可以吃，对吧？也好干，都不用洗吗？不要洗，就直接吃了。对，它非常干净。你这样子，它只要污染一点点，它就不会长嘛。嗯、树的会，它是藤。嗯。入香随俗，直接就。这样吃，感觉是一种土味，漂亮点点的，特别的绿，好吃。这种的应该是维生素 C 是比较，含量是比较高的，水果之王，美白、淡斑，去不去肉我不知道了，抗衰。四季，春花、夏风、秋月、冬雪，各有独特的风景。山雾道，小心过。生活总是美好与遗憾的交织，要想心安体舒，记得珍惜当下，体验美好，足行千里，心怀良善，无愧屋漏，心安体舒。